知唔知听日咩日子啊？我记得嘅。你根本唔记得。唔系咧，你信我，我真系记得。咁你讲啊，我哋有边啲纪念日咧？你俾我谂谂啊。唔记得啊你。3月20日表白纪念日，4月1日嘴纪念日，7月17日闹交纪念日，7月18日复合纪念日，12月3日又闹交纪念日，12月5日仲未好翻纪念日，12月6日第二次复合纪念日，12月2日第二次复合嘴纪念日。咁5月咧，8月咧，唔记得咗啊你？听住啦，5月1日是18000蚊法国大山纪念日，6月10日买情侣限量版戒指纪念日，8月3日我哋一齐去饮俾咗5000蚊人情贺礼照纪念日，10月10日买咗条情侣钻石颈链纪念日，12月24日坐头等去日本纪念日，12月31日包咗只游艇去睇徐静烟花倒数大汇演纪念日，1月1日 Happy New Year 买限量版包包纪念日，2月14日买咗成皮野玫瑰花纪念日，2月20日碌爆卡纪念日，同埋今日啦，3月2日银行高多破产纪念日啦。You win。有咩？你一杯 perfect match 啊！好啊。靚女，今日咩？你話事啊！哇！呢杯嘢咁靚嘅，咩家伙啊！我想叫翻杯喎。呢杯 perfect match， 我請你。perfect， 你老細啊！靚女叫杯 perfect match， 你人頭得咁靚，我叫杯 perfect match， 你又攞杯垃圾俾我投訴你。咁啊，唔使投訴，我幫你攞埋。點無啊？咩啊？夠暈啦！暈啊！講點解要請你？你睇咗份 CV 就知啦，我係全球排名第一嘅經濟系 First On 畢業。如果貴公司請我，包保1年內可以上市，2年內資產淨值可以超過500億。如果你哋唔請我，係你哋嘅損失。Excellent， 夠自信，我中意。有咩要求？我要求好高。即管講。每星期翻2日放1日，專家話咧，翻得工多個人會蠢，同埋工作效率會低，你都唔使 hea 住做噶啦。合理啊，仲有咩要求？唔可以有 OT， 我唔 OK。OK， 我都唔 OT。翻放工有專車接送。哦，咁不如請埋司機俾你啊，方便好多。仲有咩要求？都差唔多啦，諗到再通知你。唔得，公司點可以代薄人才㗎？你年尾至少有6個月花紅，每年有2次免費旅行同屋企人，你 O 唔 OK？ 係咪真嘅經理？你係咪同我講笑啊？似乎係你同我講笑先喎。空街梅雨歌，狂闪睇到傻，肥妹扭肚饿，肥仔请佢锯西多，终于变肥婆，嘿 ！Single bell, single bell, single all the day， 冇女友你翻屋企，趴地喊惨死，嘿 ！Single bell, single bell, single all the day， 冇人爱你要抌地，天都冧。我入去揾阿婆先嚇。好啊，好啊。唉，填飽肚啊！快啲揾嘢食，快啲揾嘢食。啊，我揾下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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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哎呀，有花生啊！哇，有花生啊！唔好食曬啊，死仔！俾啲我。啊，你同學仔啊？係啊，我婆啊喂，婆婆。乖乖，誒坐啊，唔好客氣啊嚇。有朱古力，慢慢食啊！嗯，好，我哋有花生食啊，多謝婆婆。哎呀，呢個好好味嘅喎，最中意食啊！好好嘅，嗯，係咪？乖孫啊，攞後面嗰隻碟俾我啊！後面冇碟喎，婆。嚇？我喺度。嗯，婆婆咧冇眼，朱古力裏面嘅花生咧食唔到嘅。
你自己知道自己，我当自己屋企一样啊。花生，哈哈哈哈，我哋今次唔会中伏噶啦。嗯，搵下有冇嘢饮？嗯，哇哇哇哇，烟油啊，汽水啊，Cheers，一定安全。唔冻又冇嘢嘅，唔使钱咁多。又系呢两个啊。 婆婆你好，阿婆，苦啊，唔好客气啊。诶，唔见我哋，你揾咩阿婆？呢个唔系揾呢个，唔揾呢个。婆婆假话唔见我啊，佢明明摆喺呢处噶。诶，婆婆，我哋饮紧汽水啊，阵间饮完帮你一齐揾好啊。一齐揾，一定揾到嘅，关咗佢。 就似观音兵去拜神，红酒算方通通送赠，祈求圣机热吻，为叹个靓法，望住逐一晚，为捞咗我白鸡盲，为何面弄像他？寻晚我想射个情人，谁知佢好震我后琴，随手一巴咁碌我晕，靓靓劲嬲就问。 阿杨，你寻日煲烟咧，俾阿太 Sir 捉到正点啊？有乜点啫？咪记大过见家长咯。吓，太 Sir 话我哋咧个个都有份，话要逐个问话我。唔系啊，使乜惊啊？我一个人顶晒。总之佢问乜，你哋死都唔好应啊。我问你有冇食烟？冇，点会食烟啊，阿 Sir？ Good， 我请你食薯条，多谢阿 Sir， 就唔俾我捉到你，记大过。我问你有冇食烟？冇。Good， 我请你食薯条。诶，咖喱鸡汁好味啲喎。哦。就唔俾我捉到你。 记大过，我问你有冇食烟？冇。Good， 请你食薯条。哎，我唔使计执啦。Good， 咁我帮你一嚟。啊，唔该。就唔俾我捉到你，记大过。我问你有冇食烟？冇。Good。 请你食薯条，唔使惊，你走得啦。诶，校长进房啦。大话西游套戏入面有个仙子叫紫霞仙子，咁如果城堡入面住嘅仙子，叫咩名最好啊？ 先生，对不起，请你小声一点好不好啊？谂到未啊？梗系叫宝仙子。
信帶手提電話上課嘅。你哋有冇帶電話喺書？冇。真係冇。冇。Good。咁我哋而家正式上課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. 哎呀，好開心啊！哎呀，爭啲嘢喎，你影相先。準備一、二。捉唔捉到你哋一個二個帶手機翻嚟係嘛？全部沒收。喂，唔係真係今次我請都冇。喂，唔好我請，我請。你次次都請。你係老友，你俾我做翻個男人請啦。我唔係娘娘，我唔係。得得唔使講咁多，得我請，埋單啦，唔該。唔，我請，我請，我請。喂，我張卡。喂，好。嗯，張卡。頭先去咗廁所，我張卡。棘住咗。我幫你一個。唔喺度，我就係見唔到。我張，哎，我都棘住咗。大家翻啦，再。誒，唔使啦，你收翻埋佢。我嚟。好啦喎。大人大姐嗰嚿零兩嚿水玩我咁耐，我請早享啊！隔離坐兩個啦，老公，我琴晚發咗個夢啊！哎呦 ，B B 啊，發咩夢啊？我夢見咧，我收到條鑽石頸鏈喎，我拍咗三次啊！啊，點解咧？咩意思啊？點解咧？點解咧？哦 ，OK OK， 我識做噶啦，多謝老公，好。我翻公司，今晚見啊！今晚見，今晚見。O K O K。救命！老婆豬，我翻嚟啦！老公，你買咗未啊？梗係買咗啦，買咗啦！嗱，解夢大全啱曬你啦！晚餐无预约食快餐，单身一个食快餐，自己一份。喂，你唔舒服啊？去睇医生啊？有啊，鼠疫啊，好翻好多啦。咁你几时得闲啫？得閒做咩啊？我表妹想約你啊！你表妹想約我？誒，咪扮嘢啦！佢話你又高大威猛，又似金城武，又成咁啊！一講起你咧，就冧到咧。係咪真㗎？呃你做咩啫？喂，佢話想約你唱 K 喎，猛話你唱歌好聽，又似張學友，又成咁。嚟，即刻唱兩句。嚟，梁珠，嚟。喺度？唉，怕咩丑啫？呢度得你同我啫嘛。咁我唱歌真系几好听嘅，唱俾你听啦。相逢何必曾相识，在这伤心的空中相见。sorry， 唔好意思，隔篱有黐线噶。人哋講緊電話，一邊講又應人哋，關你咩事啫？仲要唱埋歌，好難聽啊，大佬！我陣間同大家講，黐線黐線。Kelvin， 你走咗未啊？未啊，仲 OT 緊。我哋都係慘慘豬。我哋？你都未走？未啊。仲好肚餓添，我都係啊！不如一陣一齊食好西。咁你想食咩？我想食雞，咁你呢？我想食你夠唔夠大隻㗎？不如send張肌肉相印下佢先。
不如今晚去你度啊。大镬 ，send 错俾老板添。今日我屋企唔方便，不如去你度。够钟收卷，停笔，俾我。考完个试，好似老咗十年咁啊！考完个试，好似剩翻十年命咁低啊！阴公。考完个试之后，好似死咗十年咁啊！阴公。使唔使咁啊？打开银包，打开银包，好贵银，好贵银，庆祝佳节情人，俾钱俾到头痕，俾晒我，俾晒我，打开阿勤。剩两蚊，送花请我旅行，使咗三四万银，俾晒我，俾晒我。情人节快乐，先生小姐，招牌沙律请慢用，沙律趁热食啊，上机食先。喂。食少少啦，先生小姐，招牌意粉请慢用，呢个好出名嘅，嚟啦，上机食先啊。喂，哎呀，我系招合招。先生小姐，招皮果挞请慢用。得意哟，上机食先。喂呀，哎呀，影食少少先啦，先生小姐。椒盐杏仁糊送嘅，请慢用。等阵，上机食先啊嘛，埋单。等啦，博士翻嚟，我同佢讲。博士，你俾住 Emma 咧打咗电话嚟话请病假。请病假？咁边个做埋嗰啲嘢？你有出粮噶嗬？你跟埋佢。但系 Emma 平时好多嘢做噶，一个人做唔晒。你有出糧嘅嗬，你都有嗬，幫手做啦。公司出糧俾你食薯片嘅咩？我咪做 Emma 平時做嘅嘢咯。咁你又喺度做緊咩啊？我咪做緊 Emma 平時做嘅嘢咯，靚唔靚啊 ，boss？ 咁你又做緊咩啊 ？Emma 係咁嘅咩？我老闆你坐。你做咩啊 ？Emma 平时系咁噶。老板，我今日冲咗杯烟啫，咁急事啊，好唔好饮啊？大家好，今日嚟到图书馆教大家查书，书全部都系书。呢本《熱戀情侶的温馨》，傷痕文學。呢本《幸福的憤恨生活》，幻想小説。呢本《夫妻相處之道》，幻想小説。呢本《如何買樓發達》，精神病童書。咁如何晋升被提拔啦？我要加人工啦，同埋假期多啲啲咧。笑话啊！
仲有一本，男人應該是一家之主啦。係童話。真係書，全部都係書。書中自有黃金屋，書中自有咕嚕肉，係顏如玉啊！我哋一齊讀多啲書，肯定唔會輸。多謝。飞晒我。